我真的超努力，想达到你的样子。我真的超努力，想找到一个方式。我不得穿武力，有27的样子，要待在现实里，别当真活在电视剧。拜托，怪我再承受点吧，我真的拜托太多。也许我真的又差的太多吧，按照你的说法，可是对我来说。针锋相对，我们怎么会争执？因为目之相违，说起来真可悲。我们怎么会越依赖，就觉得对方变得越来越奇怪，越期待不来？可是我真的。